性预告明年脱单，婚前烧毁 A 片。见性，一结婚啊，新娘不是女友微微不说，还一次跟这么多个啊。拍新歌《放下消息》MV， 而且新郎也不是他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如果自己演的话，我也回不了家。在讲述一个男人即将赴刑场，不是即将结婚，即将结婚走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，然后那种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。啊，根本是你的心情写照啊！毕竟你也快壮士一去不复返喽。那今年会用得到吗？用不到啦，没那么快。有可能。我想要问他一个问题，就是也是问所有的男人，所有的男人。那你在结婚的前一个晚上，你会想干嘛？是我的话，我会当着我老婆的面把所有的 A 片都烧掉。结婚后我再去下载新的。要开始有责任感，不回家打电动，然后手机要一直被扣，对，24小时，然后那种。奉劝各位那个准备结婚的男人，一定要想清楚啊！苹果与浪漫，这一路走下去就不能再回头。哎，你女友在你背后他报道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，你爆料我捐款。